Hello，大家好，这次又来到了久违的抽奖活动啦。因为之前考试周，所以比较忙，就比较少时间可以拍这个影片。然后今天难得有机会，我们就想说来抽奖一下啦。然后这次要抽的是这个角落生物的多功能绒毛包，对。多功能绒毛包，然后6英寸的，这次要抽的是这个。然后抽奖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一样按赞、订阅，然后留言。然后这次留言比较特别是，这次的留言是说，这次留言是留言说这只角落生物叫什么名字？然后就可以参加抽奖啦。我再说一次哦，就是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说这只角落生物叫什么名字。然后另外一样有一个特别的活动，就是如果只要在3个礼拜内订阅数满205个订阅的话。那我就会再加抽这一只，我会再加抽这一只，这只10英寸的角落生物，就是这只应该是恐龙吧，然后就是要加抽这只10英寸的角落生物娃娃，如果满205个订阅的话。然后就会再加抽这一只，啊，抽奖的话一样就是在3个礼拜后有达标的话，我会在影片下方的那些留言的人数，就是我会在从影片下方留言那些人再抽一位观众，然后可以获得这只10英寸的角落生物娃娃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就来参加个抽奖活动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